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今日来到集资点进行扫街拜票行程，来自新北市的七位少年议员嘛，全程人下为感动前辈蔡培慧陪同拜票，因都得到乡亲的热情回应，和蔡培慧是真感动，并且强调未来将会争取高铁、捷铁路、直通直接的交通规划，带动落水溪线的观光发展，拜托南投乡亲共同来支持。来自新北市民进党一个少年议员卓冠廷、黄淑君等七人，专工来到集资点，陪同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进行扫街拜票行程。七位议员少年青年的态度，带动一群人拜票的活力气势。真的。我们今天很开心哦。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，我们总共有七位议员，然后一起呢一大早搭着高铁，然后来到南投，积极帮培慧委员加油。那我们过去这几年的时间，我们看得到培慧委员对于南投的付出，又是南投在地出生的一个女性从政者，我们真的希望说南投可以彻底的翻转。那刚刚我们在积极挨家挨户逐步的拜票，真的看到了民众真的很希望能够让南投彻底的改变。OK， 真正欢喜哈，有咱的新北市的七位议员哈。啊，共同来伫咱的积极吼，啊，甲邱淑共同来为咱的蔡培慧，咱的未来立委来给加油，来给打气吼。啊，大家拢可见吼，即卖新生代，大家拢真有活力，真有想法。啊，为着要让咱的南投会当来改变，为何咱的集集会当来更加进步？所以这次咱的新北市家议员今日共同透早六点外拢共同来出门，啊，来为了来伫咱的集集镇这个所在来给咱的蔡培慧支持甲加油。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今日来到集集镇。进行扫街拜票行程，前议员陈昭也甲前镇长陈继兴等在地头人拢共同参加，并在因成功虔诚参拜。随后嘛强调，将争取高铁、捷铁路直通直接的交通规划进展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哦，将来搭高铁就要到集集，这也是蔡培慧在推动的政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田中高铁跟田中火车站是两个车站，中间还没有连接，所以未来蔡培慧会来连接这里头，再做一个连接的火车。这个部分从蔡培慧在当行政院中办的时候就一直积极的在争取，那未来也会有相对应的经费让这个铁路做好。换句话说，坐高铁到了田中就可以换集集线。进到我们集集了。这位来自新北市的少年议员，为立委补选候选人蔡培慧拜票团队增加了少年活力气势，七人亲切爱笑的态度，得到集集顶面的好感，也提升了蔡培慧在立委补选的选情。记者金山台报道。